其实最好笑的是一直跟不上节拍和动作的最右边那个男生，因为他整个就是跳得很邋遢，就可能其他人都没有他特别的抢眼。其实我笑点非常低，但是通常都是别人讲过那种可能很好笑的话，我会有一天突然自己又想起了那一句话，然后自己旁边都没有人，可是自己在那边大笑，就是一直重复想的那一句话，然后笑得很开心这样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冷艳神正妹四号曼蒂，请大家每天都要记得去投我一票抽万元奖金哦。